我是一名吸血鬼，我叫郭郭。因为环境污染，宇宙环境变暖，我们的星球很热，没办法，只能找生存之地。终于找到属于我的地方了，就去那儿了。想看我怎么去的地球？哼，不可能。在外面，我就要做一个很普通的人。哇，好凉爽啊！没想到，哦，夏天好热。作为一个吸血鬼，要想在地球上生活，自然要遵守地球上的生活法则。在家中，我喝着红色的西瓜汁，做我自己，还要和我最好的朋友打电话。来。热了，我的西瓜都变质了。西瓜可是我在这个地球上唯一的粮食啊！怎么办？我要给我的小僵尸打电话。喂，哎，小僵尸。嗨，珍珍，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僵尸好朋友珍珍。珍珍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太热了。你看我的西瓜汁都放坏了，我都没有东西喝了。哎呦，太痛苦了，怎么办呢？买空调，要钱。我拿起刀叉，我插了块毛血旺，我切。我从来没吃过凝固的东西，我忍着吃了下去，结果，好辣好辣，好吃！珍珍，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好啊，那我下次给你带珍珠血。好啊，那我要先走了，拜拜。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朋友们，如果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吸血鬼朋友，你会给他准备什么样的东西给他吃呢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哦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我们明天再见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哦，拜拜。